人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不如把它忘掉。你告诉我你的烦恼，我帮你忘掉。等一下，强盗做坏事要看起来像做坏事，我们做坏事要看起来像做好事啊。再给你几个字，六个字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村子啊？我不记得昨晚吃了一根老鼠尾巴，你现在还恶心吗？没这回事儿啊，什么一个转思维？转什么？忘了，我忘了。昨晚来的那个家伙是不是真邪门？真的可以让人忘记烦恼？我还不想忘记。